第八题，下列哪一位提出电解质解离说，简称电离说，说明电解质在水中使水溶液能够导电的原因？这我们上课提过，提出解离说的是阿瑞尼斯，这个解离说是他低分过关的博士论文。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位提出电解质解离说，简称电离说，说明电解质在水中使水溶液能够导电的原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朱阿瑞尼斯。